要不用上海话来演绎一下在家里吃团圆饭，那扮演什么角色呢？ 我觉得你是女女。好呀，好，你呢？妈妈。我是妈妈。我是爸爸吧。哎呀好，安娘好，新年快乐。爸爸，哎呦，妈，哎，红包，红包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红包拿过来。谁来了？谁来了？哎呦，吃鸡啊，吃鸡啊！妈，快扛，扛了，扛了，吃鸡啊！啊，来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了。妈，我要吃个人么子。上个微微趴。但是上海小姑娘总体来说还是嗲的可爱的，我觉得就是可能别的地方学不来的那种感觉。但虞书欣真是帅掉，虞书欣这个样子，好吧，我都是做自己，我不做别人的。接下来是什么？接下来冷菜上完了，我们就要吃热菜了，吃那个小黄鱼吧。因为人家说鱼嘛不能翻身，说会翻船。都很好吃，妈吃你，好吃啦，好吃。爸爸，因为我的左脸不好看，你知道，所以我没法给你吃。真的还可以，真的还行。刚刚不是都说我们就是吃东西怕胖吗？现在不如我们来演一个小片段，就是我们来演我们非常想吃这个蟹黄八宝饭，但是又碍于那个减肥的压力不敢吃的那一个一来吧。你可是演员，你给我打个样，你给他打个样，你先，我演，你怎么让我开始呢？华策影业太有压力了。华策影业选手请出战。好，我来演啊。哇，是不是你要来洗我好多分啊，你要来太多分，我给你们打个样，纠结嘛，到最后吃不吃吃不吃，吃一粒，还吃，看你们超越我呀！我的妈呀，太难以超越了，虞书欣。他那个声音，到你了，呆萌。哎呀，